但民康大湾公河宫在这波轻改空当中哦，是无向市府来提出申请，而是持续和民众在庙外来参拜。这种做法嘛，得到信众的认同。因认为讲哦，只要心心来向这个公会信王来参拜，无论讲是徛一个庙内甲庙外，心面拢是感应得到。但永康大安公学宫是当地民众信仰中心，每间拢有民众拢会到庙前户外来向公会圣王来上香参拜。但是该庙并无向市府来申请宗教违者方，是持续予民众伫庙外来参拜。该庙董事长杨忠信表示，因为伫七月二十六号之前，中央会考虑宣布降级，因此并无考虑来申请开放。咱庙方的想法就是想讲，就差一个正十天尔吼。所以就无来做着遮个文书作业，就讲等七月二日，安尼会当赶紧宣布，安尼来降级解封了啊！啊，予咱大家拢会当安尼入庙来甲咱食安王公祖来安尼参拜。来参拜的民众看到公务宫庙门，因为疫情关系，佫持续有着红线袂当进入。只会当徛伫庙外向内来上香，不过民众表示，为了防疫是非常认同这种做法，并且未感觉无方便的所在，因为只要虔心向公会圣王参拜，不管徛伫庙内甲庙外，心面拢会当感应到。开放当然是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如果不能开放的话，我们也是会按照政府的规则来做啊，哦、这样子。你也无开放，你拢安那拜拜？我拢伫即个外口遮安尼拜拜啊，哈、哦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心诚则灵嘛，不一定是要到里面啊，因为神明他也都会知道啊。伫咱的庙宇嘛，遮都原来会当直视入去到咱的内殿，啊，甲咱所有神明的偏平的良心啊，吼、哦，咱的福德正神只要万岁，祝生娘嘛，啊，佛祖嘛，因大家拢伫咱的。大感门、小感门，就拢会当直接来看到咱的神尊啦吼，所以嘛是同款同等 的一个参拜模式。对大安公学宫何时会当开放进入庙内，董事长杨忠信表示，只要政府宣布境界降为二级，该庙会遵照防疫指示来开放，予民众进入庙内。因此，阁差无几工，希望民众阁会当等一段时间，予开放要准备的事项会当更加完善。记者萧建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